这是一款功能非常强大的露营风扇，它的头部是一个风扇，中间是一个可拆卸的电池仓，尾部还有一个磁吸的小灯，它就是新风多功能露营风扇，来自诺克。首先，它的风扇是有三档的风力调节，一共有五片扇叶，所以风力呢非常的大，夏天可以送来习习的凉风。它的标准用法呢是接上这个自带的电池仓，电池仓的电容量是8000毫安，可以支持风扇续航5到20个小时。它本身呢也是一个应急的充电宝，可以反向给我们的露营灯、手机和数码设备去供电。它还配了一个磁吸的小夜灯，啪嗒一下就可以吸在电池仓的屁屁上，长按就可以无极调节它的亮度，因为带磁吸嘛，可以随便吸在任何地方去进行使用。它的电池仓上面有个可拆卸挂环，所以呢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吊扇，大家看还可以调节角度，当然它还送了你一个三脚架，而且这个腿是可以调节风扇的角度的。那教大家一个小诀窍，磁吸灯其实是可以吸到风扇的正面去的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它的终极完全体，一个可以照明的风扇。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一边照着自己一边吹风扇会有点刺眼，没有关系，再接一条线给风扇供电，就得到了它另一个终极完全体，一物两用版，无敌了，简直。